上来吧。其实让你怀孕我不担心，我是担心你的肾脏。嗯。等一下我再，你的肾脏我上次我记得照出来好像已经蛮多颗。对。所以这怀孕本身会增加肾脏的负荷，所以我可能要拜托你跟陈明师好配合。嗯。因为肾脏有问题的话会高血压。嗯。因为肾上面有一个肾上腺，它会有一个血管紧张是第二型 angiotensin 2， 它会让你妊娠高血压，你大概无法逃避。嗯，所以这个让你怀孕很简单，让你安全不简单。嗯，所以哇，这个我再贴在这里变成四星上将，真的是四星。有传成功吗？好，然后还记录一下。我今天比较强了哈。可是通常提早三天会双胞胎的，他四个胚胎很厉害呢，他四个胚胎就七颗嘛，然后四颗很漂亮的，我那时候想说啊，来个两个就好，结果没想到四颗全中，他还有两个胚胎。不过你如果说这次生完还在生那个，那时候就有补助了，但是你补助是补助这个红色的，就是 ET 的费用了，不过这个可能两年以后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是只有第一年的预算，不晓得后年会不会有。恭喜啊！不过这里要是要提醒你两件事情，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今天验孕日6月22号嘛，哈，第一关6月29号第二关，就是看几胞胎有没有外孕啊。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们那天只是胚胎的那个构成位置很漂亮，1.57公分，这个是胚胎，这是我的外管胚胎在这里，所以这里。差1.57，这个不会外孕的。好，再来，7月6号看心跳，这是最重要的第三关。那你如果双胞胎，很可能高血压。再来就是，通常在7月6号前后会流血，很常见，有惊无险没事。嗯。流血大量才来找我。嗯。那再来就是，你的生产的过程可能经太坏，让你可能要，我要拜托陈明医师帮你照顾。对，你可能要一个妇产科高手，一个肾脏内科高手。嗯，因为你的血压是一个因素。嗯，签名表示我有告诉你。而且他很久才复苏了。好好好，你什么时候开始验的？前3天啊，就有了是不是？就很淡很淡很淡。所以你这两天有验吗？有。这个。有变得比较伤吗？有用吗？选到这一条，我就说你一定成功。哎，那你乖乖有没有？有，还吃掉了，还是放在家里？放在床头。哦，那个我很多病人把那个绿色的乖乖放在床头，有一个屏东万丹的陈小姐是放在床头。啊、哦，一次成功了哈，她介绍过来的，别让我一道亏。不过我还是我再跟你看一下你的肾脏。你看这里就一个泡一个泡一个泡，这个是右肾，这个都是。那这是左肾，等一下，左肾也是一个泡一个泡。你这个，我有上次有一个病人，他是14颗星上将，我就贴了一张北韩将军，那北韩的将军。